にちは。春の学校終わったよ。一緒にお外で遊ぼうよ。有没有人呢、啊？活动。不可能。哎，等一下哦，商店。哦。Hello。哇，好累哦，我的手好酸哦，我好没力哦。还想说要去睡觉的，可是啊，担心的事情太多了。好，上色房间，看一下哦，位置要调一下，四七。4-7到4好的，要考物理，老师加油。啊、还是把上面那个改成这个就好。这啥游戏？日麻、雀魂麻将，免费的哦。哇！哇！哇！哭哦！原来打麻将不能打哦，奇怪、欸。不知道玩什么啊？玩钓鱼，不然我等一下钓鱼就去钓鱼好了。本来画画的，然后健身完我手好酸哦，画不了。今天手练太多了，右手有点没力。你看截图哎、欸，杠，我喜欢这一张，干，场上现在有四只猫。要打，等一下抢啊打！七，靠腰，完蛋了！靠，按错了，完蛋了！啊，救回来了！
干嘛？我按错了哈。光跟八很有缘。靠！缘分啊，缘分，缘分啊，拢是假的啦。要放上，欸、不对，这够大啊。够大，那等下再调。刚氪了金，有啊，我看到你在吐我题，你氪多少啊？你不好好把钱留下来，去学习什么之类的，你竟然。拿去氪金，你这样对吗？哇哦！原来东风在你手上啊！对啊，超扯哎！我丢哪张？没逃，我画不出来，我手下好没力哦。我快飞了，没有啊，你们要想啊，飞了赶快下一场而已啊。有什么好伤心的吗？没有啊。好像不是打段位赛。哭哦。等我画的出来再画，那要等很久哎、欸。我有很强的拖延症哎、欸。
这个里面的贴图就只有这个我喜欢而已。他这个是不是感觉是不同作者画的？其实不像其他贴图，他贴图其实感觉都有点死哎、欸，怎么样嘞？你看哦、喔，那个一二五六九二四五这五张图，就是手都放在下面，就只是感觉只是改个头而已，有没有？就是你的表情变了，就感觉这样子而已，所以没有什么张那个动作。不像像这种就是整个是大动作是整个重画的，那这几个感觉就只是稍微微调而已。杠，杠，你都等过半年的，你是说那个吗？有早会是等到半年的啊？是不是人飞了？哇！还好嘛，我没最后啊。看一下哦。嗯，这什么东西？活动都不对，我想起来了，有活动。要这个摆这边。可不可以不用磁铁啊？自己制东西好烦哦。再冲它小，等一下啦。有人藏，上厕房间，好像可以耶。小孙安安，哇，你也买造型了哇！哎、欸，狼奇，你家是不是钱很多啊？不是你家的钱呐、啊，你的零用钱是不是很多啊？你不在14岁吗？14岁就在乱氪金了，天啊！不是，我不是，这怎么可能是你自己买的？你用钱吧，走了啦。你想氪氪啊，欸，狼琴你几抽抽到的啊？我好像是20抽吧。啊，一开始是先10抽没氪那个抽到，我氪了第二单。不第二单啊，就氪了第二次就抽到了。听到别人房勇气有。别人应该吓死了吧？怎么进来的这样子？奇怪，刚刚是谁？怎么进来的？我刚打电脑，杠了两次牌，都杠到自己的碰的牌，好爽的。尾数是7哦，最后是7。
那小、哦，我的防守变好低哦。小院，温度计的牌是要什么啊？我不知道欸，因为我有看到要什么温度计，那个要怎么看啊？人就睡着了，对啊，你还有要去染头发吗？你吧，哈哈，浪费钱。带活动看哦、喔，好，等一下去看一下。对不起，因为我看到那个好像有说什么特定的牌型还是什么啊，送你，感谢小顺的会员。下午好哦。我靠，白痴哦、喔！一排白松发长风自风要干嘛？要有这几个牌种留着是吗？那我还打出去啊！下一场，那这样不就可以一群人挂在那个，就说哎、欸，我要这张牌打给我这样子吗？这样就好，对不对？是哦，金山安安，那这就是很适合内战的啊。昨天晚上就是这样解的，你们是在吐窝解吗？我昨天睡死了。太猛了吧！人是不该睡觉的啊，等下应该开台解任务的这样子。干！电脑凑人数不算哦，我知道啊，因为在开台前我跟电脑玩一下，然后想说，哎，没有，就刚刚不是玩了第一场结束之后。跳出那些东西，换东西，换的东西比较好。好的，你也可以加一吗？你也要挤啊，不然如果你要解任务的话，你可以跟兔窝里面的抢啊，不是抢啊，挤位。你就看晚上你下班有没有人在啊？
就拜托他们这样。有包子应该也要新增上去了，橘色包子在好像就没有了。我记得在是红色包子啊，还是我记错了？蓝色再来红色再来橘色吧。昨天打到手机没电，就只有一个温度计，太难过了吧。彩色我应该不会用啦，彩色太不彩色了。哇哦哇哦，这太会杠了吧，你是来杀人的吗？杠个五条吧，五啊。哎、欸！嗯，结束了吗？哦，对不起。哦、oh, ，抱歉。哎、欸，有温度计耶，四根。去看一下为什么温度计是什么。感谢感谢，去看一下活动。活动，哦，这个哦，一排敞风，小四喜，大四喜，自一色，大三元，混一色，混全带幺九。哦，混一色就好了哦。而且还有今日获得，我的天哪、啊！哦，昨天浪费时间去睡觉啊，好浪费哦！哦，我天！哦，我头痛！哦，竟然浪费了一天去睡觉，我在干什么？哇，那还是先跟你们玩好了，玩完之后我再……哎、欸，这好像有点白痴哦，这好像有点破功哎。然后我要怎么？因为他有磁铁在，我要怎么弄啊？啊，琳娜后面是琳娜，要进来进来啦。等一下哦，要怎么？哦，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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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你要拿到男，拿到男会怎样？听说刷活动这个打三码比较快，那就是没有啊，我私下随时都有人可以陪我打啊。啊，现在是先跟观众同乐啊，对不对？就能跟你们互动的时间先跟你们互动啊，其余都再说啊。哎、欸，杰云，我昨天看的那个《碧蓝之海》，你说看那两集，我想说，我觉得还好啊，没有很合我的胃口，也没有多好笑，因为他的笑点我都已经猜到差不多了。他就是怎么后续再来要怎么发生的，我都已经想好了，所以我是觉得很没有惊喜感。你还是要注意一下，拿满就不能拿了。我知道啊，所以我等一下都要出去看啊。阿鹏，阿康，然后自动合聊，我去尿尿。哎、欸，不对呢，我不知道不是例子，是要按这个啊，自动切牌。
我的意思是你看完就知道说，哦哦哦哦哦哦，懂了懂了。哎呦，喝水为什么水会燃烧？为什么乌龙茶会燃烧？哦，你是要让我看那个是不是？算一支温度计，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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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哇，那这样子有人要解任务吗？欢迎加入兔窝。没有啦，不然就是在聊天室打出房间名这样子。切加和可以，你说这个、喔？没关系啊，等一下结束再。我觉得这样太不尊重他们了。干个九桶出来啊，干个两桶出，不两桶二桶出来啊。所以只要有字牌，就是就可以赚到温度计，是不是？欸，是小林欸，啊你怎么上课不上课在这边玩？干！你要什么？你要就是晚点再兔窝玩啊。你又不用怕找不到人，兔窝那么多人。嗯，兔窝你随便找就一大堆人了，也是要看人家要不要玩啊，也不是随便找就有。你平时，我平时什么？话说我记得教主，你平时水不是喝不多吗？怎么一直看你跑厕所啊？啊，我今天健身就狂喝水啊。我今天有健身啊。啊，一个上班在偷打，一个在上课在偷打啊！那个是谁？自摸一色的是谁？你在干什么？你上班还上课？还是你在跟女朋友约会，然后再打牌？没有中，没有中。天敗。展望なくさないでよかった。原来我的五万在你手上啊！啊，那这样等一下，我这样就没温度计了，对不对？哎，醉醉，你陪我温度计哦。你陪我一个温度计哦。啊！怎么一直来呀、啊？七。好哭哦！
贴图真的还好、欸。啊，自己在那边闲，还玩得那么开心。混不到啊，人当眼了啊。这样可以啊，混一色这样可以不是吗？但不对哦，大家手上都握着一模一样的牌。哎，干他很凶哎，未成年还这么凶，这样对吗？对不起，我在回 FB。等粒子棒的钱了。怎么可能啊，被打出去了啦，我再打一张出来。リーチです。你看这个人不让我梦想了，你看第二张了。我的梦想，我跟你讲，我看到你 ID 进来就把你踢掉了。他不让我做梦，他不让我做梦，他不让我做梦。活动，等一下哦，我的温度计莫名其妙快满了、欸，听诊机是什么？仪器贯通是好牌友段幺九。好，那这个是什么？一对。哎，我反正觉得体重计比较难呢、欸。粒子一个。我觉得体重计好像反而比较难呢、欸。我先去尿尿，播广告。哎咻！
雨里，日出让故事继续，至少不再让你离我而去。好啦，我回来了。放射房间，放射，有吧？这样可以吧？哦，长得好好的。结论：今夜不宜做梦。没有啊，刚刚那边不宜做梦。我把你踢了，滚！你做错了什么事？你知道吗？你知道你做错了什么事吗？欸，他进来两次了，我就要第三次了。好了好了，我觉得这个混一色很好拿到啊。你不进了，刚刚那是你吗？不是吧？对不起啦，叫哦是你哦，好啦，下一场让你进来啊。叫没有没有没有，对啊，就是知道你不知道啊，我只是让你等等进不来一次而已嘛，等一下让你进的，可以拿温度计换体重。哇，我还是觉得说我昨天睡死之后，我亏了那一波温度计的钱，难过哎。我知道你是谁啦，我想说你为什么打的时候你进不了，那你不进了，我当然知道你是谁啊。对，我一次要跟很多人对话，很累呢。对，谁赖我？哎，谁粒子？我怎么没看到？哦，这里有粒子棒，也太不粒子棒了吧！我想要打牌，去打七七。
看。小林是学霸，小林就成绩很好啊，坏好几点的啊。噔噔噔，噔噔噔。龙龙龙龙。好恐怖哦！你们是想搞事哦？好疼啊，对，准备回学校了，好，无名，拜拜。靠呀！我想我谁在讲话？北兰，我刚跟肖渊安过了吗？肖渊 ，Hello。最近不是有看到那个吗？各国学生上班上课的时间，哪里好像就上课时间才六小时而已，就只有台湾上课是九小时十小时这样子，这修罗啊！还在被我妈问要不要去台北。台北，你不是应该什么？不是说台湾？我不是说来台湾，而是说去台北啊。来啦，不要你们了。哦，给错了。啊！不是。少一张哎，给到了火鼠，哎呀！
哎呀！我也这样问他，也问号，只把说写出来什么意思？杀人了，他快杀人了。记啊，有哪张嘞？这张。南南、中中、发发、八饼、八饼啊！啊，这就是命啊！啊啊啊！哈哈哈。今天推了老奶奶出马路了吗？今天吗？没有老奶奶让我推啊。那个马路其实都很小，也不用推啊。2000块。好，你家在。加油！妈的！加油什么？不用帮我加油啊！帮我加油是怎样？我要把他们击飞之后，赶快下一场。这样对他们太残忍了吧？对啊，总是说推老奶奶，不是总说扶老奶奶过马路？你用词是不是错了？啊，好啊，那看来再打这张会来5桶或是8桶，什么？
是不是预言家啊？木牌啊！不会无意啊，弄起来就好了。对吧？不就有意了吗？好多人哦，这样不就有意了吗？好多人哦，那吃广告吧。Yes。今天健身后感觉特别饿，是不是好饿？赶紧出门去买茶叶蛋。记ロンです。哇，感觉快结束，我们来看火速吧。看几眼，没了，结束了。春夏統一，満願。为什么感觉三家的都当台吗？我好害怕。長期スパンにおいて勝率を上げることができるんです。我很害怕，我没有拿到东西啦。好了，准备下一局喽。有人唱，上剑，上剑。我怎么可能会飞啦，白痴哦！你不要每次都讲一些看不懂的话嘛。好了，我们烤鸭是什么东西？哎，小林，兰兰有画你耶。是寿司的狗，这只狗狗很吵哎、欸，狗就该好好汪汪汪，在那边乱吵，小夫我进不去，什么东西？可以说人话吗？
不是啦，我知道啦。哦，哎，疾风，有时候跟你聊天很累呢。我刚刚是说身高直接砍半这句话什么意思？而且小夫我进不去，是小夫我要进去了，不是吗？记，我要换角色了，干！好，我要把你 ban 了，我快气死了。你难道听不出来我口气越来越差了吗？还是你被 ban 的其实很开心，恐怖哦！教主不要心情不好来笑一个，一这样吗？不过讲真的，现在头真的是蛮晕的啦。发财，发财，我没人。抖 M 吗？我不知道啊，你们真的都让我觉得很奇怪，很恐怖，很害怕。开心一下，哎，不是啊，别人让我不开心，怎么是你们要让我开心？这不对啊，对不对？都好有钱，这个就是你不懂的地方了。这下你开心点了吗？有，我开心了，可是我肚子好饿哦。南风，靠腰、哦，我还一次啊！好啦，感谢杰云，感谢紫衣雪夜，感谢狼骑的超级留言，感谢感谢。我没生气啦。就
讲话讲不听啊，有时候真的怎么讲？好了，疾风案，我讲这句话，你不要放在心上哦。有时候你讲话很不会看场合，这样讲啊，就是说，有人可能已经口气不好了，你还是跟别人起哄，那你会可能会觉得说，为什么人家，为什么他可以，我却不行？那你有没有想过，人家可能是跟他是好朋友，或者是他们认识很久了，开得起玩笑。啊，我跟你认识很久，可是我们没有真的很熟，熟到说可以闹的那种感觉。我们很久以前就认识，没错，可是不代表说有时候我的底线你可以跨越或什么。然后看怎么有新角色抽到的、啊。感觉你现在很想打字打不出来，我觉得你好可怜。对不起，不能解分就觉得很烦啊，分个五分钟又不能解分。好感度不够，会解锁剧情。有时候我知道你大概想要就是融入大家的感觉那一种啊，阿蛋，你要想过，有些人可能会对于那种爱自来熟还是什么东西会有那种排斥还是什么，阿兔窝应该是不太会有这种关系啊，他就只是你常在我这边就是好像就很也不是说很熟啊，好烦哦，好难讲哦。其实我也想看看被 ban 的感觉是怎样，他就是不让你发话。而且300秒的话连超级留言都不能。对啊。你是新粉丝，我感受得到你是新粉丝，而且喝高蛋白，我不知道为什么喝高蛋白我就很常跑厕所。简单来说，常露脸不熟，不是啊，就是很早以前就加了一次好友了啊，可是中途有没有互动那是另外一回事啊，就只是说你在很早期就有这个人的好友，可是你们之中就完全没有对话，没有交集。那可能就是他 po 个文，你就觉得说我们以前就认识是好朋友，然后就在底下就擅自讲一些有的没的。你男友也是啊，小顺你是女的哦。喝肌酸跟高蛋白都一直跑厕所，就不知道为什么尿很多啊。我这样会不会没礼貌？哦，你男的，然后你男友哦，哦哦哦哦哦，好，我懂了，对不起。对不起，我太死板了，我很抱歉，我很对不起你，我不该这样子的。我拜啊，我就第一印象是这样子嘛，啊，我是不是道歉了嘛？杰云，你给我道歉哦，我是不是道歉了？男男动啊，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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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靠腰啊，我的外套。有啊，我有啊。
抱歉，听说抱歉要露出钱包才有礼貌，你太有礼貌了，好原谅你。啊，利恩应该不是利恩那个谁，你应该也是已经过了解编的时间了吧？你要打个字啊。那个谁，疾风，五分钟应该过了吧？这问题 Q&A 有，就有些人都不看啊，我也觉得很痛苦啊。感谢超级留言，有人要试300吗？两五分钟太久了，真的很久哦。五分钟能做什么事情？可以跟弟妹一样再赖传个一次，可以去看半部我的精华。因为野猫跟夜猫一直搞错，我就改名字。而 YT 最少是300啊，对啊，就最少300啊。我想尿尿了。你们是真的很 N 耶。这样好像没有。没有温度计那些拿欸，哭啊。我可以去尿尿了吗？还不行。我还没打完。观众都是 N。欸，等一下，那个疾风案是已经不想打字，还是人不见了，还是还在被 ban 的时间？有东风啊。东风是什么？就是有那个吗？有温度计，然后就结束一轮嘛，结束一整局，应该说结束一场再去尿尿。好了，你哭完了，你跑去哭干嘛啦？哇哦！好险我跑了，东西原来有人抢也有。对啊，我昨天浪费了时间跑去睡觉，欸，我好难过，知道我有多难过吗？啊，就难过，啊，马上就哭了。你几岁了啊？我记得那时候认识你，你。国中欸，你现在应该已经大学了吧？碰，年轻人习惯就好。啊，也是啦。但我平时也是会偶尔会哭一下啊，听个歌啊，什么东西就会哭了。2627哦，你也很大了呢。哪里可以申请会员？什么会员？你要花钱才能加入会员。没有钱的话，你可以来看台就好。我狗要飞了，是不是？狗狗，狗狗，你要飞，赶快飞哦！但我还有第一名哦。
看到教主在打牌，打开学校的。因为我那时候还没有开始实况前吧，那时候只是个画画的人。感谢德州牛仔的新会员。因为当时认识他的时候，他那时候好像国二吧，因为那时候是一群打有在打 LOL 的人，然后是邀他进来玩，然后才认识到我的。啊，我那时候就只是在画画而已，还没有接触实况。他是那一群人有人在开实况。欸，然后是那一群人有在开实况啊，我没有啊，他们有在追实况，我也没有。所以其实怎么讲，那一群人就是有在看实况追实况啊，我没有嘛。可是之后我就是有起来比他们就还要有知名度，对啊，反正这种关系啊。你那时候大一怎么可能，你那时候给我感觉超像国中生的，欸，而且你那时候讲话的，我记得你有开过麦吧，那时候讲话就整个超像在刚变身的国中男生欸，怎么会这样子。三幺多拉尼，三幺多拉尼，你在骗我吧。温度计、听诊器，我没有体重计，我体重计好少哦。体重计、体重计、体重计，看一下活动满了啦，剩体重计，我看一下哦。我要拼力值是不是？啊，我都只能力值哦，体重计很烂呢。哦，你们说在那边换是不是？哦。悬赏任务，哇，七队就有了，很难呢。你们是说三码吗？那我开三码哦。三码，扮装是什么？一举东风。东风就好，对不对？哎，不对，调整造型，我要换你，我想你了。南风总叫半砖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想说，怎么没看到南风场？放箭。哎，那东风没错，对不起，刚刚那个，抱歉，我很抱歉。啊，我要播广告去尿尿。欸，那个紫狐小鸡鸡，你又在那边胡大牌。抱歉，我很抱歉。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让你们进来好不好？抱歉，抱歉，刚刚那两个。好啦，我等一下只让你们进来，好不好？我刚本来要补偿的，我不知道你的性别，你不是男生吗？我咋啦？我没有怎么啦？找一个位置更难抢。那等一下那两个过来，让我。
啊，我怎么？我怎么可能？你女的？我不信你传照片给我看。对啊，所以我只会想到，等一下我报号码出来嘛，等一下我们就来玩嘛，我就让你们进来玩啊。要怎么七对子啊？我只是想解任务啊。平板是不是没有会员？什么平板没会员 ？FB 有啊，我没看过啊。你撕我，你撕我，你撕我。这可以解国事，假赛啦，只能那边国事。等一下那个王宇宏跟那个 BB， 我等一下报号码出去，你们等一下进来。啊，等一下其他人进来的话就照样踢哦。这太难了吧？哎，才刚讲完。对啊，我也觉得去修罗比较快。他们说打这个什么三人比较好，比较快。还是说因为拼粒子不要来这边比较好，可粒子又要糊得到欸，四码可以吗？好了，等一下改四码，我等一下不想玩三码，三码太累了。你看，这样就没了，要不是要糊沙小。刚说三人麻将的给我出来，这样就没了啊，这样我这样有什么意义？没有了啊。这拼粒子很快，没有啊！你看我粒子，我拼不到啊。Bades， 你看他两只温度计，我现在没有温度计啊，我没有要温度计啊，我要温度计干嘛？你看他两个温度计，那干我屁事，我温度计满了齁。粒子三码蛮快的啊，我就是来证实给你们看，没有很快啊。有，我觉得修罗比较快呢。不能碰，好想碰啊！对啊，主要是有三个人可以轮流糊啊，这个糊到就什么都没有了啊，也不到成，也不到任务啊。你看，这样子我这样做牌啊，都前功尽弃了，没了啊。没有啊，就是你四家有三家可以解成，可以解任务啊。啊，你三人麻将的话，就只有一家可以解成就任务而已啊，懂意思吗？你有懂那意思吗？现在重点是放在任务上面，而不是赢输赢上面。现在是为了解任务。我想说，你们跟我讲说很快，我觉得没有很快，二三四。没有很快啊，我骗人。这么早就要打麻将了，你是不是中午都没来看台？我已经很多天都在中午开台了。我昨天还在钓鱼欸。
就可以作弊解了。我知道啊，你稍早没有来，我再解释一次。我说现在能跟观众玩，我就陪观众玩。那私下我其实私下我要找人，随时都找得到人陪我打日嘛。钓鱼还钓到三份餐，对啊，好开心哦！妈的，那个你昨天就是没看台，那边我就是说什么淋雨啊，昨天就真的是下雨啊，下雨我穿雨衣出去买吃的喝的，还说要来骂我，骂我干嘛啦？我就穿雨衣哦。你是不是太久没被我打？你是有打过我吗？哎、欸，有了，靠腰啊，凭什么？啊！可是，你是对我很好吗？你也对我太好了吧？你是个好观众。哦，不是打我，是打温宇哦。哦哦，打死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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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托我，要是没穿雨衣，早就被骂死了。就算没被骂死，也有人担心死了，对不对？哎、欸，小鱼，结果魔力宝贝他又更晚出了啦。以为是27号，结果27号是说跟那个一个叫做芦苇春卷的在那天的中午吧，就是线上活动，可能就是开直播，然后跟大家互动这样子，而不是正式开。误会啦！告诉他们的，告诉什么？我知道你告诉的啊，那这边乱，你也不要那边什么笑死，要被什么？你那天不是打说要被教主笑死，还是什么东西的？那边乱讲话。为什么时候出？现在估计是，4月1号。リーチです。ボニャ。我4月2号到6号都放假，那还可以啊。反正4月1号，就算真的4月1号好了嘛，前期也是在练等啊。对啊，就至少还是在练等，等级落差不会太大，还可以带着你之类的。愚人节啊，他、啊、就希望那天愚人节不是真的愚人节。Bades， Bades， 吼！体重计加2了，我很开心，谢谢谢谢那个小鸡鸡，爱死你了！体重计再加1，耶！体重计啦！怎么办？你们讲的好像是对的哎、欸，但那场好容易立直哦，怎么会这样子？哇！哇靠，这个也退友太好了吧！你对我也太好了吧！你是对我这么好吗？我第一次分数来到这么高、欸，哎、欸，不要再让我连庄了，我想结束了，不要再让我连庄了。哇！哇！哇！
等一下，这个星空是哪一位？是流星空流星吗？你是特地为我的吗？无名好，无名拜拜。不是你哦，那是谁？哎，问一下哦，为什么一万的宝牌不是九，还是单人场的话宝牌是往前算的？为什么我刚刚想说奇怪，为什么是九发光？欸，我留这干嘛？啊，拼例子。因为三麻只有19万。哦，万子只有19。哦，对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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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想起来了，想起来，想起来。我靠，你也很凶呢。好了，我下来了。你真的跑去密我是不是？等一下哦，一二，不行，欸，干，你真的是女的欸，啊，为什么那时候听语音听就一副男生刚变身的那种声音？我确定我没记错人啊，疾风案啊，你看这种中二 ID 跟风间就是一个样的嘛，对不对？你就声音是男的哦，好吧，原谅你，难怪你刚刚跑去哭。好啦，没事没事没事，那好像有点双标欸。对啊，你看光是昵称就是啦，然后风间也是，风间就是那种 ID， 你声音也很男生啊，你声音就是精华的声音啊。没关系，我们正听来。欸，我第一次听到这样子的欸，好花哦。電杯です。六六六，勝つことができました。加六体重计，好像一个武器哦，加六体重计。哎，好，那刚刚那个 BB 跟王什么王雨虹哦，这摸不到也很扯，就摸不到啊。上剑房间，感谢杰云的超级留言。教主，我问你哦，请问你是男的还女的？啊，你就男的啊，又不是没看过你的照片。有听十三章，那就是国士无双不是吗？欸，那个刚刚那个尾数是八，我讲了哦，我会好 BB 进来了，那个是谁？好，剩一个了，快点，你们
啊，就是你了啦，想到了哦。啊，播广告。进秀吉。哎、欸，我讲到秀吉，我那个玩到后面真的不知道，整个不知道干嘛了哎、欸。我基因后面都不知道干嘛，就只是每天在上线等你带我，可能就从此不玩了吧？可能啦，我也不知道。波南平台有广告吗？有啊，我放了。啊，不能碰，吃好难过、哦。不能碰，不能吃，好难过、哦。打错了。你这些万恶的东西，不要出现在我面前！我不想吃，不想碰，走开！毛栗子，不要栗子！不要栗子！好难哦，你们到底是怎么栗子的啦？强哦！而且我刚才预言成功哎，好屌！打什么就来五，我不知道说什么，打七饼就来五饼嘛，啊，打六饼来五饼，好啦，等一下就来五饼了啦，啊、就来了。啊、我今天不适合打日麻，对不对？栗子这种事情不是靠运气吗？我也觉得是靠运气啊，可是没有栗子，没有体重计啊。您按下去是不是？哦，好嘞，谢谢。其实可以拼的，要拼啥？拼体重计吗？啊啊！忘了啦。干，我是打错，算了。眼太多了，我刚该打这波图。结果我没打错，哎，天哪！没打错哎、欸！好啦，刘局体重计没了。哎、欸，我刚刚只是抽个卫生纸起来，谢谢大家，我爱你们，我爱你们。栗子真的好难哦，我真的很不喜欢栗子哎。应该体重计满了吧？
说好的留局呢？我怎么知道？老天不让我死啊！天要我死，不让我死。好，有点饿哎、欸。你们可以等我五分钟啊，我等一下去煮泡面吃。可以吗？老天吼，这还真是不可思议啊。欸，我以为我很久没练胸肌没了，结果这两天练下去又开始觉得胸肌回来了。去啊，买饮料都能等的，煮泡面还好。真的吗？体重计不是只能换铜币吗？不是啊，你知道会有想要收集啊，你今天能拿到就尽量拿，还是觉得不需要？如果不需要的话，那我感觉我应该体重计也是拿满了，来不及了啦。好好哦，都可以立直，好好哦。六七七，爸爸，这时候你们会打什么？这张？五，打这张是白痴才会打的。五，还给我。哦不，还好我打出去了。立直です。你们也是在解任务的吗？大家一起解，来去赚点铜钱。被我花到没钱了啊！铜钱不是要打段位赛才会有吗？打有人场不会加不是？啊，字幕的没有啊 ，Ghost 的话就只能靠自摸了啊！这是我坚信的原则，就像这样子。你说你哦，有人场赚体重计换钱，没有啊？我在有人场也赚到了温度计跟听诊器，如果说好私下来赚那个体重计那些的，我好像赚完了哎。哎、欸，你还不会讲话哦、喔！我以为你会讲话了呢。哎、欸，是不是？我们来试试看，不行的话，我们再来转。啊，这个不用告，这个欢迎 Ghost 的啦，这人是靠自己摸的，我的天哪、啊！哎、欸，很给面子哎、欸。牛局是什么？刚刚就会出现那个啊，有副幺九牌。
我是不是可以小试洗啊？哎，这要怎么办呢？自己射吗？我可我打掉了啊！靠，哭啊！那是什么？差两张了，有了！我要去尿尿了。没有啦，我想见证这一刻。虽然上次国师被中断了。合牌没按，这干嘛的？自动合牌，没事啦。各位，谢谢。あ、ズモです。耶！我有精华剑了，太夸张了！1分44秒，1小时44分。全靠摸，哎呦，这是掰了，掰了，三倍满。噔。嗯，好凶哦！哇，72000哎，小鱼，我从来没有拿到这个。哎，负30000多，你有看过吗？你有看过负30000多的吗？哎，我真的没看过负超过10000多的哎。怎么办？你好不容易进来的，被羞辱成这样子，我烂运气。不会啦，你让大家记得你了。没事没事。我看一下哦，活动，我应该拿完了吧？多少都拿完了，我开心玩吧。反正先拿完是温度计耶，再是听诊器。把温温度计跟听诊器同时的，哎，我去看一下有没有东西吃，等我一下哦。你要滚了，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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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等一下哦。那你们先吃广告，你们等我一下，大概5分钟。有人帮我煮面的话，大概1分钟。有人煮面，我回来了。不要生气，不要难过。你有上精华的，还是我帮你把字码掉，把你的 ID 码掉。好了。太会抢了吧！
为什么不马你的？不是啊，你当你被羞辱到负三万多分，我帮你马好不好？你那时候你被羞辱也只是负三千多分而已啊，你懂吗？负三万多分那是什么样的被羞辱？你知道那感觉吗？我可以乱玩了耶！送你，把字牌给你们啦。大家都记得一个叫做负三万两千两百分的羞辱，不是哦，被我唬到，然后也被那个唬到。哎，我干嘛？我在干嘛？你要上电视对不对？还是很傲娇的嘛。拆牌咯。D N 拜拜。我的有变吗？我变国师无双了，我的攻击力变高了，运气也变高了。我原本没有这样子这么高的哎、欸，哎、欸，你胡什么牌？它决定你的能力值哎、欸。这游戏可会点天赋啊！我要点，我要全部都运气，点到满。说实话，当时我以为听七筒是快流取材的。我觉得他应该是不小心的啦。我好容易不小心杠到幺九牌，我把它吃到，吃碰到幺九。而且星辰，你那天，你那天，你看，你刚刚一那时候跟你讲说有梦想要去跟他好好的相处一下，你看你就是没有，我就是有跟他好好相处，你看国师无双就出来，我在那边打字。蓝星大哥一四好了，精华今天就可以出来了。宝牌少女啊、欸、我想回去看那个麻将少女了。今天在健身的时候又在听那个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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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出现了，你太慢出现了。我刚刚有一张很漂亮的牌，不是吧？不是吧？有点恐怖呢。我杠了是不是就死了？杠了，想成为宫永照吗？我想成为那个大星蛋。哎、欸，海底吗？我开错场了吗？
哎、欸，这才是羞辱吧！天哪、啊，这个才叫羞辱吧？我想说，我开错了吗？不是修罗场吗？怎么没了？好了，感谢你们提供第二场精华，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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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房间，等一下、哦，我先把它喂饱。赠送礼物。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哎、欸，好难喂哦，你要吃多少才会饱啊？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要吃饱哦。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超级食量不足。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好了，会讲话了，会讲话了。旦那様、旦那様をその下のお名前で呼んでも構わないでしょうか。あ、いえ、たまに、たまにで構いませんので。あ、会讲话了！下一次要养这只了，天哪！哎、欸，小鱼。你帮我养这只好不好？账号给你。嗯？感觉很好静诶。个今天上午玩过了，哦哦哦，香喷喷！哎，质疑色是什么？我要看一下，它怎么大到可以把人家飞成这样子啊？我看一下，全部都是字就好了吗？再加那个吗？东发白随便一个，就东南西北东发白这样就好了，是不是？刚刚最后的答案是一哦，是一哦。G， 难怪你们刚刚说看到另外一个可能性，我想说什么东西，好好奇哦。整副都要字，可是白板没有字啊，对不对？ G です。啊，没有新的表情。啊，我没有，我在挑语病，我就在鸡蛋里挑骨头。哇哭，哇哭。没有啦，故意的啦哦。我故意的，再讲一次，我生气了哦。这个生气可不是花钱就可以解决的了哦。等待写你的精华，就看我什么时候关台啊。如果早点关台，大概五点半六点就有精华可以看。大事情就双倍，加至三倍。头部高高没开台，哎、欸，不是，还我！
又打错了。很快呢，不是啊，就是剪那个片段出来而已啊，又不用加什么奇怪的字幕，什么奇怪字幕，都不知道加什么字幕上去。真的是再见的东风哎，你不然还可以再拼一点点看看的，我感觉我快摸到东风了，我是北风。我想说你们什么都没看到，然后默默的把他抓回来。对啊，你看哦，像这个，对不起，这个贴图就是完全都没有那种重复的角度，跟就刚刚那个就都是上半身的那种太多了，然后就觉得说这很没有特色，那个上一个就是觉得可能画的不太一样，懂那感觉吗？就是他每个动作都是不一样的，而那个。那个画他的人感觉动作都是一样的，复制贴上。Long， 不是我，来了。看兔子就很香啊，我就是没有兔子。想要灰夜鸡啊，然后这只啊，不弄了，不是。然后灰夜鸡啊，你有兔子，我知道你有啊，你还是让大家造成阴影的兔子不是吗？我知道你的事迹哦。烂哦，烂哦！单单，等一下看教主，当然不够啊。然后结婚是不是一定不够？跟你讲，这样你要赞助我到够为止吗？全部什么？全部？全部什么？你们的梦想都很恐怖欸，怎么可能有啊？干一下体重计去换，不用体重计哪需要干啊？我刚刚体重计，好啦，顶多一个小时而已，可是你又不能干到底啊。体重计一天也才十台而已啊，不关安。哎，
你刚刚说的那个怎么可能？我现在才第一个而已耶，根本就没成型啊！有时候你们的梦想真的让我觉得很头痛耶，对不对？那时候什么自一色，我自一色，我的字才三张而已，就变自一色，而且又碰了，碰了七条，那边自一色。安安那游戏，哎哎，我刚国士无双了哎、欸，阿贝。看到没有？他好凶哦！三张二了，你先走了吧，爸爸，拜拜。要不要血池啊？要不要拜父复活战啊？可是小鱼今天不在，其中一位捕师不在。我是不是该吃碰了啊？对啊，绝了呢。好了，我要开始做事了。剩我们的对决了。根本就没听啊，白痴哦、喔！哈哈。好的，负三万二，白痴哦！干，对我太好了吧？我怎么感谢你呀、啊？谢谢你救我起。帮你翻白眼，翻白眼。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忍住了，各位，我克服了恐惧了。你不要讲那种奇怪的牌，好不好？我连第九张牌都没有。好啦，如果等一下摸到三张九万好了，我请你吃饭好不好？没有的话，你请我吃饭。要跟我谈梦想。今天有好多，今天只有一个新订阅的啊，叫那个谁，四个字的忘记名字，我看一下、喔，对不起。看不到。哎、欸，糟了，糟糕了，第一张。对啊，还有两张一万啊。啊，对对对对，那个是温州吗？不是德州牛仔吗？
八没了啦，哭哦。刚要打掉了。哎，可以当眼哦。想说温州。我会把这个拉过来啊，不行。跟你打的都观众吗？都观众啊，而且进来都要自己猜猜号码。把第一个理由是什么？自动理牌哦，真的耶，这样子吗？你看我多不会玩麻将啊，教我玩。哭啊，噔噔噔噔噔噔，你是不是想教我做人啊，雅乐？哎、欸，是不是有点惨？一二三三四，五风还有一啊，不该有梦想的，对不对？我要小鸡鸡了，气死我了！我上次也是讲小鸡鸡，结果讲到把人家飞了，是不是？反正七，好像就是天，不是天虎，庄丽。我也以为他我是无双啊，都打没有幺九牌的出来，吓死了。对，我要来速攻了，还不断幺九嘞，我是要来速攻你们。上次速攻魔法给我8000块，很棒耶，买只虾。教你打麻将。你都已经让人家做噩梦了，你还要教你打麻将？教你打麻将，你就断幺九啊，还要教？你是很多人的噩梦不是吗？找一天聊天。不要看人家愿不愿意聊天啊，你也不能逼人家。你
你那么善良，你要知道你善良是善良，但是你的麦要换一下，你的麦那时候好像有点爆炸。哦，肚子日叫哎，好饿哦。哎，我看到另外一种牌型。哦，不对，三个好妖啊。不行，我们要速攻、速战速决。我竟然放弃了！天哪、啊！哎呦，现在兔窝有两个人在宣战了哦，有兴趣的可以赶快过去哦。你要来体验，我忘记了、欸，那时候就是说才跟他玩个几局而已，好像第二局就被他挤飞了之类的。然后所以他好像西敏也是这个造型的吧？他说，反正只要看到这个造型的就会想到西敏，那就会让人家做噩梦之类的。赖还是 DC？ 等等，想跟我打，你要抢得到啊！打眼，要跟我打就只能等我关台啊。然后可是我关台后就要剪这个片啊。欸、这只真的好可爱哦、喔，有兔耳朵都好可爱哦、喔。你有被击飞，你要想一下你击飞人几次跟被击飞几次啊，对不对？剩一半的牌了，那边绿色，傻眼！你看一二三四几个绿色的牌已经出去了，要绿色绿什么啦？看，绿刚的压绿色。对啊，绿什么绿什么？整天在那边绿色。昨天被 HTT 他们击飞，注意哦 ，HTT。我是不是要死了？懂吗？懂。龙です。哎，我才刚按完哎、欸，靠呀！好，按回来。是你们就不要那种真的会打麻将，说要教你打那种，让人看着很讨厌。就像明明会画画，跟你们讲说不会画画啊。会唱歌说不会唱歌，明明长得很好看说 不好看之类的那种人。我会讲话对不对？耶、yeah, 我会讲话了。定めは絶対です。哎、欸，你们说看什么？看，啊，看不是这个，这个吗？哎、欸，
那这三个要怎么拿到啊？这个是买的吗？然后这个是用那个体重机那些换的，对不对？蓝色跟这是什么？光明宝玉、意志宝玉，要怎么买啊？光明宝玉、意志宝玉、光明宝玉，感谢空宇翔的会员。商店，然后嘞，我在哪里换？点活动吗？活动这个吗？意志宝玉。啊，他这个只能换一次哦。啊，我所以你就该换吗？商店杂货，这个该各换一个吗？两归类了。刚刚活动东西那一些，给他一个博士绿衣累积一个，换哦，好啊，换啊，换，然后意志嘛，哎，啊，不够了哦，好吧，所以明天再来换意志宝玉，好，然后商店哪里杂货屋，没有啊。免费刷新这个吗？这个买下去是不是？看你要不要祈愿，我要啊！祈愿屋哦，这个是不是？可是那这个又怎么来？因为这个升上去也是要刚刚那个东西啊。你看，也要这个东西，那这个又怎么来？海报嘛，这个要抽、哦，那抽到重复角，所以我抽到重复角色过、哦，那没忘了啊！天哪！那我要怎么升，对不对？这个一定不够啊，而且要买这个，这要五张哎、欸。或是氪金会升十个，我氪了啊。氪什么氪金升十个？你说抽哪边寻觅吗？奖励一栏吗？不是，这个吗？这个 哦，那这好像可以耶。好的，那这个解决了。所以你们的话，你们就直接买下去了吗？这个就买下去了吗？个十百千万万呢、欸？个十百千万。哇，你们是怎么？你们好恐怖哦！免费更新刷，确认，再刷，确认。哎有哎，买了对不对？有爱就好，我有爱啊，但是没有钱啊。很贵吗？那不然怎么办？那光明宝玉要怎么得到？紫色道具用抽的抽出来，有啊，我这个就是抽到的啊，所以我一直舍不得给他用啊，给他吃掉啊。所以刷活动啊，正在刷啊，可是活动只会给一个，不是吗？商店杂货，买啦，买啦，好贵哦！来吧。
打排位，我就是不打排位的。西米，你们在看台啊？哎、欸，怎么有你们两个啦？要血池了是不是？注意哦，通常来血池的都没有好下场哦。就像我想血池也没有好下场一样哦。那刚刚好像是九吧？我要速攻魔法了，我不理你们了。打比赛修罗就好了，没事啦。我忘记了，哎、欸、，BB， 你们刚刚猜最后号码是多少？哦，是八哦，好。啊，你们可以赶快吐窝异常开始了。八九都有房间，我等一下出去看好了。干，结果速攻魔法，我拆牌了啦！速攻魔法被解除啦，被破解了。你要跟机器人玩了，拜拜。你要想清楚哦，这场有可能很快就飞了之类的哦。那你这样子就没有机会跟我玩了。啊！正厅结束，自动摸牌，慢喽。机器人可以退啊，哦、也是吼。在想什么？龙的。哎，怎么了？啊，胡牌啊！ごめんなさいね。
哇，干掉、哦！士兵吗？哇，好强哦，我会看的哎。中短隊本一満願。繁星大大可以教你剪影片吗？可以呀、啊，有什么不有什么不好教的？我可以教你被击飞的那一段怎么剪啊。好，木瓜爸爸，这就当跟观众互动磨练感情用的游戏而已啊。我现在啦，因为就只有开这个观看数才能维持在100以上啊，吃广告啦。哦，胃食道逆不是逆流。啊，你不是很爱来找我？快过来啊！是你啦。也不是你啦。怎样？我假面。不该碰的哦。好啦，我就是来气死你们的。那些会玩麻将的开始讲。你怎么会碰那张？那张一杯口就这样没有了欸。我爽啊。还有教你玩。啊，西敏。哈哈哈嘞！你觉得还好吗？可是你看，这样就没有了，一杯口就没了啊！哦，对，阿刚。你之前这样玩被说过很多啊，之前在看别人的台都是一堆声控玩家，对啊，我就想说，你看都快过半了，该开始发动场地魔法了。好拍。也都没出现过哎，太帅了吧！而且大家是不是都挺一样的？哇哦，酷哎、欸！大家都挺一样的、欸，就比谁的手气好了，是不是？嗯。看场上都没有筒子哎、欸，完全没有筒子哎、欸。什么东西？感觉繁星是老手装新手，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会玩的老手而已，没不啦，我只是会玩而已，我只是比新手好一点点。
场上完全没有筒子，大家握得死死的。好爽啊！好不爽哦，我的宝牌没了。哎、欸，真的哎、欸，我打这张干嘛、啊？神经病！我真的不像新手，没有，真的是新手啊，真的是新手啦。我真正的是新手，不要怀疑我。可是你看。只赚到1000块耶，很亏耶，我想就很亏啊。到底爽不爽啊？爽什么？爽什么东西？自从上次说话不小心伤到酱油后，我就只会打河牌。你打什么字伤到酱油？自从上次说话不小心伤到酱油后，你是说教他怎么打吗？不会去管他碰什么什么啊，他就是其实他就是只是爱玩日麻啊，强不强是另外一回事，很多人都只是喜欢玩日麻。所以其实你们去教人家玩还是什么的，我就是不喜欢变大牌啊。你看，这样玩那个修罗场好了，赶快跑掉，看他们三家厮杀多好看啊！你就不用去理会说。我就小鸡鸡啊，干，我们来比大小，给你给我过来。输的帮赢的人吹要不要？吹油门。有话讲什么？教你玩麻将跟教你玩泰拉瑞亚哪个比较讨厌？教我玩麻将跟教我玩泰拉瑞亚，教我玩泰拉瑞亚。因为泰拉瑞亚是我会玩的游戏啊，日麻不是我会玩的游戏啊，我只喜欢玩日麻，所以你知道吗？人家做大牌，你做个断幺九出去把人家胡爆了，多开心啊！啊，你那个，你看泰拉瑞亚是大家一起玩东西，像小鱼好了，我们当时在打肉墙，他给我只带溜溜球去打肉墙，被我骂，你看。对啊，说得好啊，就是，除非今天是我们提问，否则你们就是在旁边闭嘴，也不是闭嘴啦，就是你们可以去聊你们东西，就是不要聊说。啊，你怎么会打这张牌？啊，你会不会战斗？你会不会 PVP 什么之类的？啊，人家就是实况给你玩，懂吗？什么叫实况？就是玩给你看，而不是说叫你教我怎么玩。我刚好翻到了，哇！血钻。然后最白痴的是。他们准备是被夹到墙内的时候给我断线，然后说这样就不会死了。我说干对呢，怎么没有找我？要不要气死了？怎么早知道我就要登出了，我们就不会死一片了，我还救了大家一命这样子。
因为每次回去玩泰阿瑞亚，我都可以学到新的东西啊。而且每次前几次玩，我其实靠腰，我其实前几次玩都用什么流派都是固定的嘛，我都没有在玩射手的流派啊。啊，最近如果还要回去玩的话，应该玩射手流派。不是啊，在紧要关头的时候，我没有想到那样子啊。谁会想到？就你这小鸡鸡，那你也小鸡鸡。估计他是有自拍，我赶快打掉。我是不是断幺九把你击飞，我们就赢了啊？就结束了。断幺九1300呢？你最后的粒子棒的机会哦，加油！听说角色宝牌二都会走啦，走啦！你要南风干嘛？啊！我猜啥嘞？咋的啦？这两个啊，リーチです。ロン。谢谢。好啦，你没被击飞，你血池了。谢谢，我又赢了。おかげさまで勝つことができました。哦，最后的房间号码是9，最后是9哦。有人藏，上剑，上剑。哎，好啦，打到3点哦，3点差不多了。恭喜负32复仇成功啊！新敏进来啦啊！救命啊！注意哦，他是真的很辣哦。我说这个角色，这是什么？1123一杯口，然后嘞，啊，哎，新敏最后号码是多少？惨了，他在我的上家，完蛋了，完蛋了，他在我上家，他还想教我，欸，他刚刚放话说教我怎么玩日麻，对不对？他其实想教我怎么玩日麻，他想电爆我，他要飞了我，怎么办？你看双粒子丢出来了，然后打出去啊，弄啊啊啊，好恐怖！我想好了，最后号码是也还是9哦。这游戏欺负边缘人，所以鼓励这游戏就是鼓励人家去玩啊，去打路人啊，对啊，我又不喜欢啊。你看，他开始了，他开始了，
他开始要给我教训了，我好怕哦。你看，你可以不要这样子吗？我很害怕哎、欸。他要教我做人了，救我！他想把我拉下来，他心里想着啊，不就教主嘛哈。今天是不是不适合抖内？什么意思？要选哪一张好嘞？好啦，这一张。吉敏，吉敏，我要。我的栗子棒，我的葱，我的葱，我可以吃饭了，忘记。哎，你看，他发动能力了，他好凶哦，我好怕、哦。電牌です。你看岭上开花欸，多夸张啊，你看我最讨厌就是说那种教我画画教我什么的那种人，就是西敏。完了，他要自摸了。完蛋了，他放出这个东风是跟我讲说你敢打风东风试试看，我打。他一步跟我讲说你敢吃你试试看，我不吃我不吃。哦，西敏你好凶哦，西敏。怎么办？西敏都知道我想要什么牌，故意隔一号给我。你看，他也知道我想要红中，但是我摸不到。嗯，你看他猜到了，我有九饼。你看这三这个加那个，他好恐怖哦，在他下家好凶哦，是好凶，在下在他下家压力好大哦。西敏，
我们的缘分好像要结束了哦，你不能唬到他，我也不能唬到他哦，你不能自摸哦，你自摸要跟我玩到可能又要等很久了哦。吉米，你要想清楚哦。对，我刚总不是先打这张。这个声音是自己角色自己会讲话，还是玩家去点？靠，哭啊！不会吧？哦，啊！还是不可能啊！两张在这边呢。打宝牌的时候，角色会说话哦。很近了。好，我帮他补血了，我们可以多玩一下子了。吉米会不会帮人家补血啊？再不补下去就没得玩了，吉米。哭哦。啊！怎么办？我没办法吃饭呢。哭哦！天敗です。啊！三个都在你手上，你看，果然就是小鸡鸡，赶快跑啊！我要跑了哦，我真的要跑了哦，我要跑起来了哦。不知打什么来什么，我换什么来什么，天啊！吉米，你有种唬我啊！你如果唬不到我，你就是小鸡鸡哦，好不好？来啊，我们来决斗！连续就担当一样的排队，剩不到十张也会讲话哦。我帮吉米回了，那你是不是小鸡鸡啊？快点！我要逃，让我逃！他想做国士无双哦，要跑了哦。然后等等就唬你，我很怕哎，连粒子都不放出来，直接唬我有没有？他开始了，他发功了，九万他都吃，有问题。小鸡鸡不敢跟我决斗。ツモです。小鸡鸡，你
你不是男人。400块タイヤを。大家都小鸡鸡嘛，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大家都很小。吉敏来啊！吉敏来啊！吉敏你来呀！吉敏决斗啊！对面好亮，哎、欸，真的哎、欸。哎、欸，没想到西敏撑到了三点前呢、欸，我以为我们这一把很快就结束了。哦，我要的牌。我刚刚可以自摸的，我刚刚可以自摸的，他聋了有没有？哎，没有哎，刚刚也不行自。不能自摸，你这样子就是要我击飞他，你这样不行哎、欸！天哪、啊！
哎、欸，啊，这个决斗真的是很不精彩、欸。我还以为你有多强，结果也还好嘛。来来来，我们一起玩，来牌胡大一点。哭啊！小鸡鸡啊！哎呀，他不敢跟我打啦，不好玩。你如果真的不想跟我玩，你就不要跟别人抢，好不好，西敏？好啦，真的、喔，最后一场了，最后一场了，最后一场了。这个我要上传影片跟吃东西了，准备了。来，三二一三，最后一个号码是多少呢？我可以提示一下，在中间。哎、欸，跟西敏玩不好玩，没有梦想。来，最后的答案是六哦。开始。啊，准备要收台了。再见嘞！啊，以后都不要玩了。我记得你这句话了。吉敏说再也不想跟我玩，他觉得我不配当他的对手。吉敏，你是不是讨厌我了？对不对？没有是什么？你的没有是什么意思？没有，不止不讨，不止讨厌，还不喜欢你这样子。好，梁琪，拜拜。定是不是你的烂网路？我开始了。我广告播了吗？播过了。好。哎、欸，回来了！哎、欸，火鼠这张也很好看呢、欸，这张啊，这只，看一下，圣诞造型的谁啊？没有用了、啊，梦想。不要给我四杠结束哦，我会生气气哦。七。哎，外面又在，外面又出车祸了。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子了啊？我要吃东西喽。我觉得没救了欸，没办法了。Hello。没了，没有红中，在这边是不是？对啊，在进那边哦。哎，干，你是不会打出来给我是不是？没看到哎。什么东西？我两次换那张，你都打上一张来听，啊，没办法，我就衰啊，会飞掉，给他飞啊，又不是我会飞，总要个完美的 ending 嘛，对不对？哦，他听红中哦，白痴哦，你给我打出来哦！就是你，还有没有节目效果？我刚这边超亮的哎，六张宝牌吧，四个一条，两个红中。然后心里想说，干神经病，谁会打给你？我是铁药啊！欸，我刚刚没有注意看，糟了。哎，欸，他自摸，那可能也是我会有自摸的。如果那个没有碰到什么之类的话，啊，我不哭哦。等等，教主要忙一下，姐妹哦。啊，刚不是有讲了？刚刚不是有说了？哭啊！还是你都没看台？龙龙，哇，竟要杀人了哦！
竟要杀人了。你还把尾刀留给其他人？哦，不写了。哎、欸，我没听牌、欸。你们都很凶，好不好？脳天です。リーチ、ツモ、ビーフ、ドラニ。哦，我这场好惨哦！好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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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哥哥，我要吐了。等下，西明很老、哦。我要吐什么？叫大哥哥好怪，你都没嫌人家说你可爱了，天哪，怎样人家叫你小可爱不更奇怪，对不对？整天叫人家叫你小可爱，烂吧，但我还在坚持它。欸，我牌已经很烂了，你不能比我更烂了，你知道吗？我等一下要发一千块给你，哇哦！拉小啦，脑天的！哎呀，原来在你手上哦！
哇哦，好险，我的西风没有丢出去哦，真的是好险呢。支持我什么？你要知道我现在干嘛？我现在不知道干嘛、欸。来了，紧张了。然后我不知道干嘛，是不是有机会啊？啊，失敗しちゃったかも。我现在心跳好大声哦，我的天哪！猜章，猜章，猜章，猜章！猜章！差你了，进来吧！你说这个、哦？哼，那我就扣着不给他。欸真的欸，你还我哦，你要还我哦。啊，在这里啊，一张在这里。你们喜欢三还是八？看到没有？我发动技能了，没机会了，没了，好啦，关台喽，关台喽。好难过、哦，好失望哦！我还在玩梦想的。好啦，那今天就到这啦。晚上看要玩什么再来说吧。那就这样啦，感谢各位收看啦。这是干嘛的？这是干嘛的？哦。金秋爽送，金送是不是？这能干嘛？这能干嘛？好啦，这样啦，感谢各位收看啦。
晚上会不会开也不知道啦，反正只要超过八点没开，没有消息就是应该又睡着了。就这样啦，各位拜拜，很精华吧。